大家好，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提出四点，在我们装修过程中没有必要花太多钱的地方，给大家总结一下。希望呢，如果说你考虑更性价比的装修的话，这条视频比较适合你。当然，您的资金比较充足，想豪装的话，这条视频直接可以划过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墙砖。在我们装修过程中，墙砖呢不起到任何承重的作用，主要呢是装饰作用。所以说建议您墙砖呢买相对的300×600的，是性价比更高的这种瓷片就可以了。你不用担心它的防潮防水以及有这个异味或者划痕这种啊，基本上现在只要买品牌瓷砖都可以满足咱们的正常使用，所以说你买品牌的特价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相对来说，如果说你想用大一点的瓷砖的话，卫生间比厨房会更加适用一点，因为厨房的地柜跟吊柜基本上遮挡了很多，所以说啊，没有必要买太大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吊顶。当然吊顶有两个吊顶，第一个呢就是厨房卫生间阳台的集成吊顶。集成吊顶呢主要作用就是遮挡啊，就是顶面上的一些水管和下水管这些东西，它主要呢起到的是遮挡作用啊，实际意义并不大。那么呢我们对于它的薄厚来说啊，一般 0.6 以上厚度的都可以用，这是厚度方面。然后尺寸方面啊，300×600的可以用，然后更大尺寸的费用会相应的增加。如果说你家的这个卫生间很小的情况下，你就买300×600的就可以了啊。当然你要是做开放式的厨房啊，打算做一个集成顶的话，买大板的或者蜂窝板的话，可能效果会更加优势一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客厅或者说餐厅的吊顶。做吊顶实话讲整体效果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，但是千万记住不要做太复杂的。现在比较流行的无主灯吊顶不适合所有家庭，你在你毛坯房没有镶砖之前，至少满足楼层挑高能够达到0.8米才能够考虑无主灯吊顶。第三个就是经常会提的电视背景墙。现在流行的岩板类背景墙啊，少则5000，多则上万。这类背景墙呢，花里胡哨，其实真正的意义并不大。我们装修啊，都是有一个新鲜感啊。装修前几年呢，都会感觉，尤其是对于第一套房子的朋友，装修的时候呢，都是想住的好一点啊，一辈子装修不了几次啊，都有这个想法。但是对于背景墙来说，它的意义很明显，它就是一个衬托的一个作用，不要做太复杂，简单一点反而不容易过时。第四个就是没用的一些设施以及家电或者说我们的家具。装修的有些朋友会找一些设计师做设计，或者说在装饰公司的话，一般情况下呢，做的东西越多啊，设计师签的单量会越大，这样呢他的收入也会越高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些设计师会把他所见的啊新鲜的东西啊能够在你家放上的呢，他都会给你安排上。但呢真正适合不适合你，你就要需要考量。比如说完全就不喝酒的人，安排一个酒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。比如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蒸箱烤箱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考虑用这个东西，给你做了一个啊嵌入式的蒸箱烤箱，外观效果确实好看，但是真正的实际价值没有真正的体现。所以说给大家提示一点，无论家里面的装修的设计多么高端啊，还是多么简化，首先第一点，家是为了住的，那么你首先考虑的就是实用性，这个东西我能用得到并且很舒服就 OK。如果说您费用充足的话，大崔建议您房子比较小的话，给几点建议。第一呢，客厅里面啊，像我们的沙发啊、茶几、电视柜，尽量买稍微小一点的，留出更多的空间啊，这样呢大部分活动空间呢会在客厅。还有呢，就是房间小的话，多考虑一些收纳空间，这才是最关键的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我是大崔，关注装修美的细节，下次看。